标题，朗读标题，请试着读一读标题，哪里需要断？请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文章和我们读的课本有哪边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呢？台北101在哪儿呢？它在台北市信义区，风阻泥球，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心脏嘛，风阻泥球的时候，那这个说明框就很重要。好，那么这是老师补充说明的地方，那么你可以试着。那你怎么知道参观顺序的先后呢？好，同学们发现了，尽收眼底，他想要看整个台北市的样子哦。如果把这个譬喻修辞像节节高升的竹节删除，那么我们只会了解到